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11点多，吃饭的时间。今天因为难得来到店里面，今天在店里面有拍一场戏。因为彤彤最近啊，我的太太在一个偶像剧，这个拍打羽毛球的戏哦，里面有一场戏我也有演，我就是演这个卖海南鸡饭的，就是演我自己啦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偶像剧的剧组呢，就来到了我们的庆城街来拍戏，所以蛮感谢的，非常的感谢，让我有一个单纲这样一日的戏，偶像剧的一场戏，呵呵，还蛮顺利的。本来说要拍到中午，但是我们还蛮顺利，在这个9点钟，我们七八点开始 setting， 到9点钟就拍完了。今天很谢谢这个彤彤拍的这个一部打羽毛球的偶像剧，居然他们的场景拉到了我们的庆城街的爱乐莎来拍摄，然后我也可以担任这个老板的角色。对，今天很紧张，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晓得，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其实我最怕的是拍戏。对，这部戏很精彩哦，记得要看。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回家的路，数一数一年快乐的字数，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不。回家的路，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，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，一切慢慢清楚。回家吧，幸福，幸福能抱一抱父母，说一说羞涩开口的寒暑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。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